在庭院花园中组织排水是非常重要的设计内容，它关系到庭院的使用安全以及庭院的使用寿命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庭院里的排水设施——线性排水沟。它是由树脂混凝土沟体和上层缝隙式沟盖板组成，其次还有跌水井和端部挡水板等附件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成品排水系统。根据盖板形式的不同，可以分为中缝式、侧缝式、盖板式，又根据缝隙的数量分为单缝式、双缝式、三缝式等。在相同的条件下，缝隙越多，受水速度越快，相应的缝隙也就越明显。相较于传统排水沟，线性排水沟更加美观整洁，更容易清洁打理，沟体体积小，而且不容易滋生蚊虫。相较于雨水口，线性排水沟的排水更加均匀，场地不容易积水。除此之外，线性排水沟还有如下优势：一、截面小，在环境中不突兀，美观度高；二、线性连续截水排水效率高；三、外观简洁，不影响铺装效果；四、模块化系统安装快捷，工期短；五、可配合场地造型定制加工成弧形；六、检修口设计杂物提篮，维护方便；七、检修口可填充铺装材料，不影响铺装效果，便于排水系统清洁维护。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。原想家，您身边的造园专家。